谁这样？看到九九的，这第一站我就已经认不出来。因为调整的没太简单了吧？不是简单，每一个我都认识。哦，孙一航、刘俊、艾克里里、梁森，好你的。他本人眼睛比这样拍的好看，好看极了。找出自己的脸，这个是我的。现在来找鼻子。看我找到了谁的鼻子，梁森的鼻子，孙一浩的鼻子，我又拿走了。嗯，像吗？觉得还好，可能我贴歪了吧。真正像的来了。嗯、哦，好喜欢。他叫什么？小周周。有点羞耻，我不太好意思把它念出来。挺可爱的，我都挺喜欢的，没有啥不好的地方。